我们不反对同性恋。同性恋是什么？那不是你。我也不反对同性婚姻。啊，我们其实周遭有许多同性恋的朋友。啊，有这么多，你这么多，这么多，同性恋。我们一起共事，一起生活。同性恋是什么？包括我拍电影，包括在健身房，包括在健身房，包括在健身房。同性恋朋友，我觉得你要先认识身边，你才有办法知道是非对错。同性恋朋友，放开放开锁链，断开一切的牵连。坦白讲，我不是你徒弟，更加不想是你徒弟。大师，我知道你慈悲为怀，你当是放过我了好吗？我已经话了不得了，你还要你完全不理我，多难受的你。你不要再烦我，我一定要怼死你。